干嘛干嘛？吉祥，不给欺负如意姐姐。我干嘛？吉祥，友好，友好，友好。陷入无主是不是？想欺负如意姐姐是吧？不可以欺负如意姐姐。友好友好，和平相处，不可以欺负如意姐姐，友好友好。吉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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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可以欺负如意姐姐，友好友好。如意如意，我们去你的地盘哦，我们回你的地盘。哎，干嘛干嘛？吉祥，我们回你的地盘去啊！你拿什么？你太凶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客厅是大家共用的，不是你的。你至于你自己的地盘，就只有这个大阳台。属于你如意姐姐的地盘。就是杂物街，客厅是大家公用的，你欺负人家如意姐姐干嘛？凶人家干嘛？还扑人家干嘛？挂金币。